一天不背，怕落下了。哦，哎，倒是像个好学生。等一下啊，想了吗？我太紧张了，我做不出来。王倩，你不行，这不作弊吗？我们入室行窃已经比作弊罪过大很多了。那你不行，你不要催我。 张琪，你说我们学校会不会有摄像头呀？别把咱俩拍下来了。怎么了你？我没怎么。那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？吓傻了？我到家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保密啊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张琪。